均粉世家董洁的美照。一抬脸一回眸，皆如画中人。董洁是一位气质美人，被张艺谋赏识进入演艺圈。她在金粉世家中饰演的冷清秋，清纯冷艳到不行，一时间成为多少人心中的女神。现在来一组金粉世家董洁的美照，一起见证这位恬静雅致的佳人。董洁版的冷清秋，早期造型清新淡雅而精致，冷清秋的气质与董洁非常吻合，所以董洁凭借冷清秋这个角色被大家喜欢了十几年。金粉世家从播出至今已经14年，记忆中的清秋孤冷高傲，优雅清纯，有着天使般的笑容，让人脑海中一直忘不了那个清纯美丽的女子。她的一个回眸简直惊艳了时光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